爸爸，你快看，我捡了一对小翅膀。什么小翅膀？我看看。哎呀，这哪是小翅膀呀？这不是泽塔升华器吗？什么？泽塔升华器？对呀，不知道是谁把他的翅膀给打开了，我这就来帮他合上。哎呀，爸爸，你看，是启蒙奥特曼泽塔机甲呀！啊，还真是。儿子，咱们快拼起来吧。阳光穿过黑夜，黎明悄悄划过天边，谁的身影穿梭轮回间，未来的路就在脚下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害怕，充满信心，期盼着明天，新的风暴已经出现。哇塞，泽塔机甲，这也太帅了吧！Nice.